来，我们今天这个外婆菜炒鸡蛋饭，好久没吃了。哎呦，两个蛋。因为这个刚炒完，然后有点烫啊，我差不多放那里去吃。很香，好久没吃了。你就是好久没吃了。土鸡蛋。好胖，太胖了。太热了，好不好吃？好不好吃？好吃，很久没吃了。那剩饭拿来炒电视，挺好吃啊。对，它是从各个分离的，是吧？今天又吃这个宽面来了。怎么啦？找蘑菇。哪里找的？这是你种的花，那你找蘑菇了。
江西米粉。今天的天气有点热，